既然是一个重生日，那么我们511还是要做点。那么这次518同样也是一样啊，在我们店里准备了很多很多款的，比如说1元秒杀、9.9包邮，类似于这种福利活动。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511汉鼎首发的518预售产品，我们的顶峰这款产品将会代表我们整个汉鼎人的精神。同样，这款产品我们把它定义到两个字：体验。只要你购买顶峰这款产品，我们把体验这两个字看得很重，也是我们赋予顶峰这款产品最核心的一个卖点。这款顶峰真的是太好了，不管从手感也好、重量也好、还是硬度也好，各个方面、各个层面，没有用语言和文字能够把这款产品描述出来的。只要你对我们这款产品觉得不错，那么你买回去亲自体验，亲自跟你手里的所有产品去对比，甚至你去试掉，如果你的体验感不好，没关系，退回来，来回的运费我们承担，所有的全款一分钱不差，全部退还给你。这就是我们对这款顶峰的自信，因为这款产品确实是太棒了，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描述出来，我们只能用体验这两个字代表我们顶峰整个产品的灵魂。那么除了这款顶峰的首发以外，还有我们把518大活动的所有的产品全部同步到511这一天。518大的这次除掉节首先会在511相同的价格现货首发。作为汉鼎的这些粉丝们，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汉鼎的511，在511这一天，认识汉鼎的、不认识汉鼎的，甚至没用汉鼎的，大家都来捧捧场。